老同学，路过。是今年要出版的一张台语专辑，叫做《吊球豪》。你们的河洛语的能力好吗？犀鸟吊球豪。您听过吊球豪了？啥会吊球豪？犀鸟吊球。啊，死掉了。到你最老。水哦。这个歌呢？河会料嘞。河会料啊。哇塞！黑我哪一跳？我得去做总统。有没有？看总统府啊。好啊，看总统府。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瓜地豪、柯志豪，这样讲对吗？瓜地豪和豪。我拢叫伊小豪，非常的有才华。伊写这一条歌叫做《吊球豪》，伊想要表达一种，对死亡的新的看法，就是讲迄死鸟吊伫树头嘛，啊，是不是会足臭的？啊，不过，迄个。狗仔、鸟啊，都会足欢喜的，因为因足喜欢，足介意迄啰，咱人感觉足臭的迄啰气味，对迄啰其他的，好、哦，我讲完可能已经三点半了。讲国语有关系。啊，迄只钓气体钓起来的死鸟啊，伊家己的感觉也足好。因为鸟啊，鸟啊足怕鸟啊，你知影无？鸟啊，足惊鸟啊，足惊鸟啊，袂吗？拢话鸟啊惊鸟啊。无啦，因为鸟啊足爱生鸟啊，啊鸟啊拢袂来甲伊做伴的。不过有一天鸟啊死去，吊伫遐，鸟啊就来，来。闻到迄个气味，就来乒乓，对，哇塞，乒乓啊，对啦，哇，好，我来唱一条《吊球豪》。
风吹西楼无地走，透早有鸟食风门，双脚芳西流浪，残花的倒着生辉。中上水彼蕊，他们讨厌猫吗？这个就是吊球哈，那希望今年会把这个专辑做好，然后用了很多很多传统民俗的一些曲调，在整个编曲的想法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品。今年我觉得今年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做这个专辑。那我们有三个人一起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柯志豪老师，还有我，还有那个王继谦老师。那制作人主要，柯志豪就是那个创作的人嘛，然后还有他对我们在台湾发展出来的很多民间的一些曲调也有很多研究，这样。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就我光是认识这些曲调就是很丰富的一个学习。